阿姨不见得吃不了辣，吃不得辣，你还挑战干嘛？重在餐，重在餐饮。投降了，直接不请，我懒得要辣椒，浪费我辣椒钱。钱肯定要付啊。那你又说好辣，吃不得辣，你还挑战？我试一下。那好的，既然来了就完成你的任务。阿姨，你鼓励一下人家嘛，没吃就打击人家。我不是打击，既然吃不了，就不要头顶冒汗，等一下脸红红的不行。那人家大老远过来，肯定想尝试一下嘛。你的粉那么好吃，是不是？你吃过了吗？吃过，就是吃过，没挑战过。哦，人家已经有信心了。这个什么辣，阿姨？中辣。爆辣吧？你比这个辣椒还辣。哦，没辣，没有辣椒辣，可以了吗，帅哥？可以。开始，哇，你才吃个点嘴巴。赶紧六秒吃完一半，六秒，再快有点实力，我阿姨。看他有那个比那个美女，要破你记录喽！哎呀，三分钟，他随便破，三分钟不得就是少得喽，这要六分钟了，不急。看来这帅哥谦虚了，估计也能拿五箱哦。两分钟搞定。五点到。没有一点辣是辣椒吗？那不是那个花红粉吗？十秒钟一碗，三十秒可以搞定了你。谦虚了，这个大哥。看起来也不像是不能吃辣的呀，面不改色哦。一点没变啊，刚才那个美女好像。脸红得有点像个发烧一样，你没有事啊？看不清，等一下你太阳起来再看得清。我是福建的，福建能吃辣。福建能喝酒，能喝酒又能吃辣，你看样样来得，什么都精通。两分钟了，这个。一分，还有三碗吗？加油啊，争取拿个五箱。三分钟之内是五箱啊，两分二十秒哦，飞哥要加点速度哦，抓紧啊，两分三十六秒了啊，还有一碗，快点，加油了，两分三十秒了，加油，老朋友，那你就是不得了，不要了，那你当时还着急了，真的是，太遗憾了，三箱。少得两箱，还稍微加油一点，你就得两多得两箱。故意的，就差那几秒而已。故意的是吗？他们来了，太可惜了。红色的。老师。第一箱发射。有点辣。辣吗？辣。没，要是不是辣椒，那就一点不辣，那就不算爆辣了，你知道吗？还不像人家那种辣得你嘴巴都放不下去的那种辣，你更加吃不得。前面快，后面吃不了，后面越来越辣。帅哥，恭喜你三分十六秒爆炸成功，太遗憾了，你应该是得五箱，现在只有三箱。下次也是这么辣，下次是十五碗，要不？下次十五碗，我争取吃不完。哦，争取吃不完，那就是投降喽。下次争取投降啊！记得这个帅哥，争取投降。好的，欢迎下次光临啊！好。